通天大陆，修者为尊，无数修者前仆后继踏上这条逆天之路，或陨落，或留下辉煌的传说。而有一人居于虚灵峰上，几千年前修建于登峰造极，无人能敌。相传大陆石尊者亦是得其点化，才立于大陆之巅，因此天下强者皆争相攀峰，希望得其点拨，化龙升天。师尊，您许诺的千年之期已到，请师尊与弟子同修。你前面的册子打开看看。是这本吗？这是洪修道侣记录名册。第一位大风国公主，第二位灵王阁阁主。想与为师同修的人太多，你先领个号吧，到时自然会有人传音给你。第三位，第七位还没有，赶紧记上。还好只是第七。不不，你只是丙字三号册的第七位，在你前面还有4576人。宋克。师尊，且慢，我有遗物献与师尊。师尊请看。这是何物？数日前弟子道场被一道威力无比的天罡气袭击，弟子靠着师尊教的遁法才侥幸逃脱。我观那罡气没有真元波动，非修者所闻，想来应是天降祸劫，此物便是罡气三清后发现的。目前弟子就只知道此物有无需真元催动就有描绘画像的神通。哦，竟有此事，那此物该如何使用？师尊，我来为您演示。师尊，您靠近点，贴着我，手放这儿。师尊别动啊，这就为您施展神通。师尊请看，这就是此物描绘的画像，这画像还可以滑动哦。哎呀，师尊你好坏，怎么什么都看嘛。师尊忍得很难受吧，不如让我插个队，不要为难自己吗？唉，不是为师难为自己，其实是我有病啊。师尊，你不会是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有病，不是不行。对，师尊怎么会不行呢？我信，我信的。我怎么觉得你不信呢？呀，师尊，你要干嘛嘛？怀疑为师不行，罚你回去面壁。师没有骗你，几千年前为师达到元婴境界，并无天地可言，即便不去修炼，修为也与日俱增，奈何其阵缠身已经逐渐接近瓶颈，是已经不受控制的范畴。为断绝灵气入体，我只好封印周身毛孔穴位，拒绝道侣通修。人人都以为虚灵峰主神通广大，肯定在过神仙日子，但其实我连他都不如，我要这修为有何用？唉，哥修的不是仙，是寂寞。
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天空大陆的修仙者怎么都是一群弱鸡？又搞定一个。任务完成。一二三四五六，除了逃跑的那个狐妹子，哎，可惜了。那狐妹子倒是长得够带劲，让她跑了。提示：由于您已经击杀六位顶尖高手，现激活终极任务，击杀虚灵峰顶千鹰洞。哈，终极任务。罗天之祖。胡谦，罗天之祖胡谦。竟有如此双雄之术，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。这是何物？找到了。喂，你好呀。就你他妈叫胡谦，什么罗天上尊虚灵峰主，没有什么是老子一炮轰不死的。最大功率启动。修仙大佬是吧？史诗级任务是吧？都给爷碎成渣吧。这么大功率的箭炮轰击，就算是再厉害的炼体法修都得给爷报销了。老子花了十年时间总算通关了这个异界，突然说要回去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哎，无敌真是寂寞呀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是完成任务就能返回地球的吗？系统，等等，那是是天罚吗？啊，还好没给这宝贝弄坏。这一下看你死不死！警告，侦测到生命体。怎么可能？系统，启动战力分析。部分数据生成失败，是否切换到手动检测模式？是，启用丹田扫描。这是因为丹田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婴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危险警告，危险警告！该死，被盯上了！完蛋了，我的最强攻击竟然对他无效。冷静，我得冷静下来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没错，还有办法，不可能站在这里。谢谢啊。已经被转移了注意力，等我找到他的弱点。问大勇，你好呀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龙翼之法距离又不远，你看，回头。你学会了吗？我学个嘚儿啊。老夫看你资质也是一般，说是想要拜师的话就算了。大勇，你这洞府倒是奇特，不介意我参观参观吧？不介意。啊？他拿的是？这是你们宗门的东西吧？这个。近日来，我的一位弟子道场被毁，还有六位下落不明。这是我弟子在现场发现的法器。该死！早上还是让那个九尾狐给跑了。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？如果让他知道所有人都是我杀的，就死定了。该死的九尾，就不该让他跑了。
不错，这确实是我系统门的仙器。哦，实不相瞒，我乃系统门戒律堂长戒师兄柳清风。数月前，门内逆徒东方不白叛出师门，盗走门中仙器为祸人间。师尊命我戒律堂全员出动，缉拿逆徒，是才见道友手持此物误以为敌，才进行攻击，还请道友原谅。 快快请起，我也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之人。既是如此，还请道友缉拿此人后与我知晓。干！幸亏老子聪明，差点就完蛋了。不过，话虽如此，但我徒儿确实因为你们断送了性命，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一点补偿？补偿？哈哈哈哈哈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不知道道友需要何种补偿？我有个徒弟最近在双修，缺一些双修功法，不知……哦，这个呀，老兄好说好说，我硬盘里还有几个 T， 硬盘，老兄，咱们这么有缘，这次我也下血本了，不藏私了。 行，不如我把这飞行法器一并送给道友吧，也算是赔偿了。如此便多谢道友了，此物会代为转交给门下弟子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兄客气了，区区一架兼星机而已。那法器是我徒儿九尾子道长发现的，也就是妖都洛有，道友可都能附近找找。多谢道友指点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啊，道友。 许师姐，我果然不是白给的，还好老子机智，差点就栽了。系统，打开积分商城。在异界混了这么久，爷爷我靠的就是够狠。用我20年寿命换我回到地球，亏。啊， 来吧，熊选择可以动生成位置，位置已锁定，歼星机坐标7789653一，请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，30秒后启动塌缩。我就不信，这次还要不了你的狗命，白白了你嘞！ 子超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龙鱼之法，距离又不远。哦，我见你没走远，就拉你来问问，这个怎么换下一个？这个看腻了。啊，这个笑。哎，道友，我才发现你怎么变老和许多？你有病吧？ 这是什么？飞行法器去哪了？道友去哪了？道友，你还没告诉我怎么换下一个呢？你究竟是什么？居然把这片地界的所有灵力都强行压到了我体内，太多了。 魂，扩散，锁不住了。该死，灵力太满，自动冲击境界瓶颈，导致身体幻童了。 喂，哪来的孽畜，胆敢冒犯本尊！
孽畜，休要伤人！啊，也不知是谁家的孩童，竟然遗弃在这界山之上。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否则就命丧虎口了。既然我救了你，那你也要帮我个忙啊。你这女人竟敢对本子囚禁于此。老实点，别乱动。蠢女人，完了，你彻底完了。如此欺用本尊，若不是乱动修为可能会导致同不可逆，本尊定要将你先给你点小小的惩罚。这位夫人，您不要紧吧？小人略懂医术，夫人若是身体不适，我可帮夫人看看。多谢小哥关心，我没事，就是孩子不听话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蠢女人，你下死手啊！喏，你看，老实了吧？嗯，那个，夫人身怀六甲，可不敢大意。我这里有安胎的好东西，夫人可以瞧瞧。天竺草，安胎神药，今日有缘，只要黄金十两，这药就是夫人的了。天竺草，生于界山雪线之上的苦寒之地，每十年才能长出一片叶荚。行家呀。嗯，药倒是好药，正好我有一物可以验一下药性如何。这是我这丹师身份的名牌，用玄冥玉雕刻而成，而玄冥玉可以在天竺草的叶片背后留下赤色划痕。可惜啊，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不是天竺草，也不值黄金十两。啊，这。哎呀，被戳穿了吧？早跟你说不要拿根血晶草骗人，没想到啊，人家是丹师呢。葫芦标记，阁下，这是药龙山的丹师。丹师阁下在上，请受我二人一拜。20年前天降邪物，为水不净的修者接受邪物影响，修为散尽啊。药王山老丹师耗尽真元，将邪物分入药王山通天顶，这才保住了我北水国的江山社稷啊。今日有幸见到药王山的丹师，请受我等一拜。药王山自古有训，建国灾厄，江山许之，老丹师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老丹师玄机藏身，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大义啊。可是药王山里有人早已忘了老丹师的夙愿，你等既同为医者，切莫要再行这蒙骗之事。那株虽不是价值10斤的天竺草，但其中藏着一枚价值3000两的雪蚕卵。雪蚕卵，望尔等好自为之吧。三千两，我要发财了。真不愧是药王山的丹师呀，他本可趁你不懂行一价买走这雪蚕卵。是啊是啊，他不光人长得漂亮，心底竟也如此善良，简直就是完美老婆的人选呢。瞎想什么呢，没看见人家都有身孕了，难不成你想啊？夫人，哎，造孽呀！哎呦，这撞得不轻啊！哎，可怜哟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！我撞人了，我撞人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撞人了，你还想跑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对，不能让他跑了，他去见官。是吧？一定要送上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夫人，夫人，苍天无眼呐！为
什么像夫人这样美丽又善良的人要遇到这样的灾祸？夫人，好痛，我要生了，我要生了，我要生了，公主来了。这我也不会呀、啊。滚犊子，女人生孩子，老爷们凑什么热闹？姐妹们把围布撑开，都遮起来，无关群众都散开。姑娘啊，你放心，老婆子我可是十年稳婆，有我呀你就放心吧。来，衣服脱了让我看看。脱衣服？不用。没事儿，都围着呢，其他人看不到。不行，衣服就暴露了。嗯，姑娘你要做什么？哎妈呀，姑娘你。婆婆接好了。哎呦，咦。啊，嗯，不愧是十年稳婆，技术精湛。等等，太快了。老婆子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婆婆你看，我已经生完了，就不用再脱衣服了吧。糟糕的家伙真的很糟糕，你这又生到哪样啊？哎呀，大家快看呐，母子平安，母子平安呐。嗯，好耶，好好耶。哎，奇怪啊，这孩子头发咋是绿的？绿的头发。老太婆你瞅啥？我想起来了，20多年前我做学徒时亲眼见师父接生过一个红色头发的孩子，那可是天生的火灵根呐、啊、这孩子绿色的头发，难不成？哎呀，果然有青叶纹，是仙童。大伙大伙快看呐，这孩子有青叶纹，是仙童啊。愚蠢的凡人，连这蠢女人画的都看不出来吗？苍天垂怜，天佑我们是水火。自从当年老丹师封印邪物以后，我们已经20年没有仙童出生了。没想到啊，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青叶纹呢。仙童降世，北水国再也不用看人脸色，没人随意欺辱了。这么多年没下凡界，这北水国灵气变得如此稀薄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？儿啊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是仙童。蠢女人，是不是仙童你心里没数吗？姑娘啊，你给咱们北水国生了个仙童，就是我们北水国的大英雄啊。没错，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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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实不相瞒，小女之所以能够诞下仙胎，其实都是因为服用了这款仙胎大力丸。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自天降邪物以后，我北水国修者修为散尽，更是再无有灵根的仙童降生，其余四国都欺我北水没有仙人，不光要年年进贡，还要看人脸色，仰人鼻息。但今天不一样了。啊！为了仙胎，家父重金购置了这批仙胎大力丸。这丸采用72味名贵药物，以药王商千年传承8炼8萃8合8聚之妙法，熔炼期限49日，方才只得一丸。真有这么神奇？只能诞仙胎的神药啊！如今我已顺利诞下仙胎。再也不用服用此药，剩下的这些不如就折价售出，造福北水国。大家说
好不好啊？好啊，给我来一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怎么证明我生下的就是仙童？那青叶纹万一是你画上去的呢？谁给他放开的？快给他绑起来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位车夫，我姑且不追究你草率驾车撞伤我这件事情，但你怎能如此无人清白？是啊，就算这真是仙胎，怎么就能证明是因为服了这药才生的呢？没错，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既然如此，借刀一用，各位请看好了。阿、啊、来，你们真的啊？噔噔噔，完好无损。神了，真神了，菜刀都碎了，婴儿却没事，这不是仙童是什么？仙胎大力丸，可令府中仙胎天生一副钢筋铁骨，胸口自大石，凝枪刺喉，甚至入锅烹炸都难伤分毫。大娘，放个手。一道从速，先到先得了。我要，我要，多少钱？我要了，多少钱？我要了，别和我抢，我要，你等我包了。臭女人，你给本尊等着！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呀，姑娘？大娘，您也来一碗。姑娘啊，这孩子生下来到现在还没吃上奶呢，你看是不是先喂个奶再忙活呀？温奶？小姐，我演技不错吧？今天咱们赚大了。嘘，刚睡着，别那么大声。小姐，你就让我看一眼嘛。你自己没有吗？看你自己的去。哎呀，被咬的人又不是我，我就看一眼还不行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看看看，给你看行了吧？你看你看，这都咬出牙印了。好啊，你把我家小姐咬这么狠，给我先死在这儿吃，看我不教训你！行了，跟个孩子计较是吗？哎呀，小姐，咱们好不容易卖了点钱，买完给你疗伤的药，就剩下一点钱，全都给他买吃的玩的了。唯一的一件好衣裳也弄脏了，就不能给自己买身新的吗？今天他出了力的嘛，这也是应得的。说到底，咱们还得谢谢他呢。要不是他，咱们肯定卖不到那么多钱啊。哼，还不是咱们小姐足智多谋。啊，疼疼疼！是是是，还有咱们小马夫高明的演技。小姐，你说，老丹师要是知道你卖假药，是不是得生气啊？买药的人，我都留了名单。等我化了这身淤毒，重回药王山，再想办法补偿他们吧。小姐，您稍等，我去给您准备药浴。等等，我还在这里呢。本尊现在是个宝宝，知道我不存在好来。从刚才塔尔出门以后，你就一直盯着我看。你到底是不是小孩子？被发现了吗？我不哭不哭啊，错怪你喽。不哭不哭啊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疑心太重了。居然能换出鬼血藤，还真是小看你们了。不过也算你们倒霉，我修的是火法，刚好克制这些草木精怪。
你才是什么精怪？你全家都是什么精怪？全是你。30年前，驱使战王一举围杀中土国国师，而一战成名。10年前，又以合纵连横之法斩杀影阁阁主，取而代之。现今影阁唯一的元婴期修者，九步一算，逾千机。容苏小姐，许久未见，想不到你依然对我念念不忘啊。哎，也难怪，上次见你还是杀你小叔的时候。不过他可比傀儡惨多了，连尸体都让我砍成几截了。如兰到底给了你什么，让你这么为他卖命？当然是前所未有、闻所未闻的无价之宝。只要把你带回药王山，我就能得到这神书的全套三册。放了他们两个，我随你去药王山。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这丫鬟趁她还有口气儿，若是做成傀儡，白天能用，夜里也能用。那个草木精怪拿回去炼成丹药，说不定能提升一下修为。至于你，当然是一路伺候本大爷回到药王山，再把你交给容兰小姐换赏钱。妈妈，一个小小的元婴期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？妈妈，本尊活了上千岁，就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妈妈，本尊就站在这里，你动他一个试试。哟，生气了？那真是不好意思。要不，再试试这个？这东西，竟敢当着本尊的面伤人！居然徒手就摧毁了我的炽火阵法，难道是有千年修为的精怪？哼，谁还没点底牌呢？那是南火国的秘宝岩鬼。娘，快跑！千年道行的精怪又如何？有了这岩鬼面具，老子所有火属性法术都是超级加倍，增幅类法宝，看我赤火焚天大法！妈的，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哪来的小畜生，给爷滚！白痴玩意儿，本尊真后悔迷恋了你。这条傻狗就是你的底牌吗？真是笑死人了。还以为你多有本事，给我乖乖去死吧！赤火焚天，起！狗，给我咬他！什么？怎么会？这是什么怪物？他摆什么造型？给我上去咬他！我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人？不要啊！前辈，是小人永远不识泰山，请前辈饶命啊！前辈，小人愿见证你个百年积蓄。前辈，小人错了呀！
元婴期修士被吃掉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原来只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蠢狗，这次算你救驾有功，就不演你了。当本尊陈述一下杜毅的修为。别怕，头晕很正常。你在做什么？快点远离他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快到娘这里来。哈哈哈，我罗天圣尊回来了。娘、怎么变成一颗蛋了？你好呀。娘是你吗？念恩，我堂堂上域尊者意外落了凡尘，还被人认作好大儿。这事要是传回上域，被人知晓的话，还不给那几个老家伙笑死。救姑娘，小修姓胡，名大千，乃是中域阳瑶仙国人士，不知姑娘为何管在下叫念恩？他竟都不记得了，难道是失忆？能让这么恐怖的凶兽臣服，他一定是中域的大人物。我先前利用他卖大力丸不说，还拿菜刀砍他，甚至还给他吃那个你完了，全完了呀。爷爷常说，越是年轻的修为登天之人，便越是内心变态。这次怕是再难逃出魔掌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饶死尽力了。哭了？怎么哭了？为什么？我说姑娘你。他如此这般，你不成是因为我看了他的身子，知道并不是孩童一时内心悲戚，只是想让我对他负责，让我娶他当老婆、啊、不行不行，太阴险了。想当初上一段那几个老不死的原本多潇洒，自从娶了老婆，穷得兜里连半块零食都没有，实在不行干脆跑了算了。不行，那本尊也太无能了。等等，有了。是不是不跟人说啊？我最近咋叫你的？哟，上仙，哭了。你是不是有点别扭？我容易发脾气，你又哭。上仙且慢。姑娘是有话说。上仙的狗，不，圣兽是容苏的救命恩人。原谅又从何谈起？既如此，那姑娘为何落泪？她难道洞悉了我心中所想？小小心思怎能逃过本尊的法眼？那是因为……姑娘，不要再演了。纵使你再如何梨花带雨、千娇百媚，也无法撼动小叔坚定的道心。我。胡大千绝不可能娶你为妻。你这个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等等，
他说他叫胡大千，还一直喊我姑娘，之前喊他念恩也不回我，更没找我报仇，难道他小仙你是失忆了吗？失忆？他竟以为我是失忆了吗？将计就计，姑娘仅凭一个照面就猜出小仙患有失忆，当真是北水国第一聪慧之人呐。姑娘有所不知，小仙所系功法名为万日登超活化无极独尊八魂群英会法大神通，此功法虽有夺天地造化之妙用，但也容易走火入魔，每每运功不畅时便会化为婴儿。原来如此。至于变成婴儿期间发生了什么，小修便不得而知了。是这样吗？哎，肯定啊，我又不会骗你。我没那个意思。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赶紧抓紧时间救人吧。嗯，好的。这伤的可真重啊，桃儿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桃儿被玉清姬的傀儡震伤，毁了心脉。如果不是前辈的圣兽及时赶到，我们主仆二人恐怕……等等，小仙，你不是失忆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？这个嘛，不好了，收了嘴了。嗯？那个，这个什么？啊？其实是我跟他心意相通，他听到了，我自然就听到了。是。这样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先救人吧，再耽搁会儿你的桃儿就真要死了。这就是钟玉仙人的治疗圣术吗？太厉害了，只要这些真元都能被桃儿吸收，肯定能救活他。这是什么仙法？仅仅是外放的真元就让人头皮发麻。圣仙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朕我设大法。莫须，你干嘛？你把我的桃儿弄哪去了？好刺眼！请吧。这是？走吧，要救桃儿便随我来。圣仙啊，看来也没得选了。圣仙请等等我。这是你怎么不飞啊？哦对哦，他没有修为，我说怎么不飞呢？姑娘别怕，小修这就来救你。嗨起姑娘你没事吧？姑娘宝贝，好大的宝贝呀。我去，不会是摔傻了吧？圣仙，这个男主是我先发现的，你应该不会跟我抢的吧？哼，让我从那么高摔下来，要不是这颗南明珠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好丑！耶！这是色有七玄彩，落手化云沙，不会错的。这是烟流沙，是凝聚阵法的顶尖材料，只要一把就能在大荒城换一座豪华府邸的珍宝。这是烟流沙，是凝聚阵法的顶级材料，只要一把就能在大荒城换一座豪华府邸的珍宝。这里一整片的沙滩居然都是顶级材料。顶级材料？奶奶在哪呢？进来啊，我们要发财了。来快打我一下。你确定？求
求求你了，用力打我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人提这么离谱的要求。行吧，既然你如此诚心的请求了，准备好了哦。来吧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么痛都没醒。看来不是在做梦。不会给他脑子崩坏了吧？我已经用最小的劲儿了。我的伤竟然都恢复了，只要闻一下就能消除疲劳，镇静心神。这根本不是海水，这是地海灵髓。传说在地心的某处有一片远古海域，在极冷的冰泉和极热的岩浆中，历经千万年才可成型，差一点就能断肢重生的疗伤圣物。在这里居然是一片海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说呢，这里是我家。你家？这事儿很难接受吗？好了，别再耽搁时间了，我等着救桃儿呢。桃儿，只要让桃儿喝上一滴滴海灵髓，就可以治好的。拜托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玩意救人呢？行了，赶紧起来吧，别闹了。我没有胡闹，桃儿当时为了把我从荣兰手上救出来，受了暗伤，这滴海灵髓可以治好他身上的暗伤。前辈，求求您赐我一滴滴海灵髓，只要能救桃儿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把他给我带到边上来。滴海灵髓，我要滴海灵髓。就你的老弟，有点痛很正常，换个麻哈。来，咬他。这味道怎会如此？七星仿佛一下子就被捕获了，完全没有一点腥味，反而有股淡淡的甘甜与奶香。这就是地海灵髓养大的章鱼吗？一口下去，经脉多年的滞涩都消除了。前辈，您是在钓鱼？来了来了，噔噔噔噔。你说你呀，每次都是见到姑娘吃剩的东西就挪不动步。前辈，这跟救桃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海水分开了，那里面是什么？呀，是妖兽，前辈小心。这恐怖的威压远超元婴期修士，难道是化神期？我上我儿。又是你。这是散化巨鼎陈仙奇。我又抓到你儿子了。阿乔，爹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啊。老规矩，想要儿子拿东西换。你这老不死的变态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哼，别唧唧歪歪的了，借条手臂用一下。算我倒霉。前辈，人家是真仙期修者，你是元婴期，咱们是不是？